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天地节官方这边哈，终于释出了这个一周年的情报，然后这次会更新的角色就是九婴、霍庸跟高皇君的部分哈。好，我们可以点一下这边左下角的部分哈。天地节一周年，然后我现在是用电脑版哈，然后我们先可以看到这个周年福利这里。好，周年福利这里呢的比拟外观哈，有一个这个问号，我们点进去。好，点进去之后呢？它出现一个对话，好，一个对话，呵呵，好，我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里写着中年之间，看来我们来到一个特别的时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找到其他的伙伴们，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。终究还是别了，先别的会怎样？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问号，我们按一下。风琪姐，原来你在这，一定，你看这张秘卷，不过已经碎裂了，上面似乎记载着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图片，这该不会是我吧？OK， 这个就是他们的草稿吧？我们看一下可以点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拉进去看，做得很用心，这个应该是当初韩国杀的那个。造型原本应该是有包包头的，后来改成没有包包头的样子哈。可是我觉得原本的也蛮好看的。好，这个是哦，这是大格吗？对，大格。然后左上角是原本规划的夏侯仪嘛哈。OK， 这种夏侯仪的风格就差很多了哈。然后这边是他们的那个状态之类的吗？招式之类的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当初所有的手稿吧，这边就比较像现在的定版了。这个哦，风铃声的 ，OK 的草稿之类的。好，这个是谁？阿良哦，阿良跟日本一开始跟日本浪人剑客的风格蛮像的。这边提示什么？伙伴还没有找齐，记得回到终点之前去看看。然后这个，哦，这个什么场景吗？哦，对对，场景。OK， 这个是一一哦，应该是一一的，一一。然后比你嘛，哈，好。这个是吴邪、阿良跟于西。OK， 这样结束了吗？好，我们看完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虽然看不出秘诀的出处，等之后再研究看看吧。凤姐姐，你看玄机妹子是不是正在前方等我们？好，这个按一下这个问号哈。北斗七星玄机精。我在说什么啊，夏侯大哥？你还记得这一年我们经历过什么事吗？这里有一本改版之初，记录下来我们的冒险故事呢。是否观看改版之初？我的选择是看。哦，改版之初，2020年10月5号 ，FB 粉丝页第一篇发文哈。做蛮用心的，是什么？对的。好，这是2001年11月发行的《幽城幻剑录》，算是满20年。哦，好，可以翻。哦，这是以前的东西耶，以前攻略本、杂志、攻略片段。然后这个就是当初的那个比尼跟霍庸的这个结婚套装哦。好，那这个是当初的《神魔之刃传》的那个杂志攻略片段。你看以前的夏侯仪长这样子。
不过那个是杂志片段，应该是还没有正式出定稿的时候，因为正式的夏威夷的头发不是黑色的哈。然后左边这个是攻略图的那个攻略本里面的画面哈。好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当初的说明书里面的图吧，不太确定。不过这个我很确定哈，左边这个是说明书的图，左边这个是说明书的图，黄晨杰说明书的图。好，这边没有了。你看，它是天地节一周年，天地一周年，然后往前翻是负一、负二。好，那在右边是2020年6月7号宣传官网上线，2021年8月12号正式 OB 开战，9月2号就会重现，9月30诛天神魔。好，这是回忆过去的。好，最近应该是西哥了。对，上演有好，该之前去找古大哥了。他是我和公主大人在一起。OK， 下午兄弟，我刚在想，我们不是正和罗火大战，怎么会突然间来到这里？而且比你和慕容姑娘都没事，这实在太好了。但这里，这的确让你难以理解。不如我们问问小公主吧。不离其中，千金难测，太初临分。哎、欸，他这句话是我们在恶搞他的。我在说什么啊？夏侯仪，你们走到这里啊，表示已经找齐所有的伙伴，很高兴你还没有忘记大家。现在也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了。真的，小公主，我还有一些话想对冰女说。我也想说，能与你共度此时片刻，我也是满心欢喜。冰女，你从来不向我要求什么。这句话是当初《幽灯幻境录》里面的台词，只是默默地陪在我身边。我一直想送你些什么当谢礼，今天趁着周年的机会。冰帝，你喜欢这件婚纱吗？哇哦，马上就换是怎样？这一刻永远不会结束，你知道的，这是我的心愿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想待在你身边。吓我一跳。OK， 好，这边就看完他的那个彩蛋的部分哦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东西啊，那主要是这是改版的一周年哈、哦，会送冰女外端外观，然后送五十抽石镜，然后手出双倍送，然后限定活动，好、哦，限定活动奖励哈、哦，然后跟这个挑战的奖励哈、哦。那这边大家再去官网看，我这边就不一一讲了，反正就是游戏里面会公告了。然后官网会公告，反正就是你在主线更新新剧情26到29篇，累积登录通关人数达到6000人，然后可以获得一些奖励。然后挑战二就是所有玩家累计上线时数，它就是要你回去玩的意思啊。对，要你回去玩的意思，这样懂吗？好，好，这边比较重要，这边挑战三是8月15号到8月24号挑战，英灵 PVP 总击杀次数到25000次。就送随机绝品4品1，要考虑5只。好，周年福利是刚刚那些哈、哦，那我们看一下周年新改版。好，就是3只阴灵哈，这刚刚有讲过了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是第一天的大数据啊，第一天的大数据大概就是你所抽的阴灵是什么、啊，然后你抽了几个阴灵，然后你常用的队伍是哪几只，诸如此类，然后你的流火，然后打了几场之类的哈、哦。好，这个还蛮用心的啊。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这个，你的账号的记录哈。以手游来说，做成这样，我真的觉得蛮用心的了。好，那这边是周年贺，周年的桌布图啦，那你可以去下载美美的桌布图。啊，这个货用个这个 Bini 的时装哦。然后呢，有一个节目，然后这个节目呢有送一些奖品之类的哈。好，看起来是要送的。好，然后跟那个天地节的漫画，这个是当初在官网上面有 po 的那个蔡宏忠先生所画的漫画哈，可以大概知道以前的单机版的游戏剧情内容哈。好，再来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好，特别节目是在7月26号8点，在 YouTube 跟 FB 官方哈，可以有一些你只要收看就会获得限量一周年的礼盒，有机会啦，有机会。好，
然后你在粉丝页或是官方 YT 收看周年特别节目，与我们共度这个有意义的时刻，就有机会抽到周年礼盒哦。然后看点二，全新人选角色有多少？一周年的消息报给你知。OK。然后一些经典的 QA 之类的哈，就是做的还蛮用心的啦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期待一下7月26号的这个综艺节目到底讲了些什么吧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